最终呢，经过我们的这个评估，就是从效率，还有这个可靠性，还有对这个面板的这个损伤，那么这个综合考虑呢，我们还是觉得呢，就是研制这么一套微重的蜘蛛人，还是效率是最高的，也是最安全的。这是我们现在发现，利用这个氦气球和人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，作为一个检查维护的一个工艺设备，我们认为还好像是第一次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。